奧運金牌之路。即係嚟第一個測試，鬥快將入邊嘅乒乓波揈曬出嚟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今日要挑戰嘅就係究竟乒乓波迪迪仔嘅下限去到邊度？奧運金牌之路咧，就好似踩石春我一樣啦，係咁痛苦嘅。咁睇下大家。快快 Energy 能量補充劑呈現晚吹舒度用時，今晚11:30 ，Viu TV。